暗黑四即将上市，我准备送出十份暗黑破坏神四游戏给跟我一样喜欢暗黑的你们。你没听错，从6月2号开始到6月6号，每一天呢都会送出暗黑四游戏本体，总共会送出十份。只要记得订阅 YT、Twitch、Facebook 粉丝团这三个平台，影片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就有机会获得暗黑破坏神四游戏。参加的连结呢，我放在影片下方，有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来Twitch询问。别忘记哦，三个平台都会送哦。食欲，看一下，先看一下，冲刺，我砍他，转圈圈，就他会打屁股后面，来把鞋拉一下，大小 ，OK， 他要冲刺过来是不是？他喜欢冲刺过来，啊，一个回旋，那时候屁股后面也不安全。看他的动作吧，然后他那个从哪里出来？不错，回旋的时候反而身体前面是安全的，回旋过后一下应该就是身体后面就是安全的，所以是要回旋的哦。那所以他回旋的时候要往他身体前面翻了。还有他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撕裂，撕裂，这什么新招？岩浆哦，这个是要往前甩，我大颗的，我操，一下秒哎！哦，所以他那招如果把那个拉出去，应该是要靠近他的身体。要贴他的，先祖之力，相对安全，老实说，因为就算被打到也不会被秒，重点是这个，他应该第一下是要打屁股。现在屁股安全，有那种黏液啊，吼两下，然后放个先祖，我刚好钻进去，他快要那个被控制了，他那有控场，他就要被控制五秒钟了。OK， 又要到屁股后面。被控制了，赶快！必须再等一下。靠靠靠靠！是用的比较久。运气不够。钻，然后出来锤一下。然后我们搭身体前面，他会吐东西。OK。我还没准备好。等一下，应该是要那个。转后面，他踢前面，两招开下去，让他流血。然后冲刺过去，从哪里出来？哎，差点就死掉了，留一个血吧。我还没准备好。他要那个闪后面，没错，我这走位是对的。需要更多的怒气。他吐地板，这个不用怕。
冲过去，拉你出来。如果我这样用马，还没准备，哥哥。屁股后面应该是很卷的，他要冲进去，伤害出来。轰！还没准备好。吼两下，帮队友吼一下。还要。哇，这躲不掉哎、欸，全部都是。都是那个范围技，OK， 我们吼两下，然后撕裂一下，给他一个先祖之力。OK， 这次躲得漂亮，他要冲刺那个嘛？有差点有人被锤烂了。不，呕吐，还没准备好。地伤，他要冲刺，冲刺到哪里？上一面呢？投两下，地伤流血，就要那个大震爆躲开，漂亮，贴上去。躲到后面，小心他有翻到后面。没事，好多脑袋地上的粘液啊！还没准备好，勇气不足，又要冲进去，怎样？一直躲，先组织给他了，让他溢伤一下，让他溢伤一下。对，输出。必须再等一下。哎，哥布林呢、啊？不管了。哥布林。必须再等一下。一直讲解没有啊？你把他的招式自己讲解出来，他自己会比较容易记熟啊。对啊，我觉得其实他的屁股后面是相对安全的，因为他的屁股后面攻击没有很高啊，不会秒人，然后站在他脚底下就不会受伤了。呜呜，也蛮多的呢，还不错呢。波士，莉莉丝的哀叹，流血流血，弹两下，死亡打击，施加一伤，奔到后面搓一下，战吼给队友，全力输出，我吼了，流血流血流血，顺一下，再顺一下，补开了那个地板技，有点痛有点痛，补个血，吼一下，躲起来。输出，闪一下，25等，其实可以不用闪，他应该打不痛我，不闪的啦，没在怕的，隐瞒人还在那边跟你闪，闪什么东西？一伤，攻击攻击，吼一下，全力输出，死亡打击，一伤流血，砍砍砍，冲到后面，继续捅捅捅捅，不躲，不躲，喝个水，再吼一下，继续流血流血流血，盈满能量，死亡打击，一伤，流血流流流，
等一下，我再冲过去再战吼。嗯，不行。还没准备好。狮子王轻松把队友拉起来，让他灌注我的雄狮之力，我重新赋予他生命力。呜！起飞！长柄武器。他在哪里？上前吧。不走。儿子。哥哥，我操，这么屌的吗？哦，五角兽骑着三那个三头地狱犬呢、啊。不止三头哎、欸，五个头哎、欸，好猛啊！五头魔犬，天族之力，流血，流血，还要流血，还要流血，还要流血！哎、欸，打掉这个三分之一，去靠！别跑啊，哪里走？已经被我锁定了，走不了。不要跑，吼一下，再吼一下，队友跟上。哪里走？死亡之斩，流血。这满出来了，加不了。哎，增伤一下，死亡之极，地伤，君主之力，开搞，流血，再流血，再流血，吼一下，角兽加五头地狱犬，就这样，就这样而已。不看了。哎哎哎！
哎呀！这样是可以的吗？哦，这个，哎，不行啦！该死，伊莱亚斯，我早就警告过你了。罗拉斯，难道……哎呦，我操！哎呀！棒棒来喽！要给我们了，暴君布洛尔，先吼一下，再吼一下，死亡打击流血，先祖之力，喝个水，继续靠他，流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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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，流不停流不停。OK， 开始戳他戳他戳他。石头一戳，再来一个死亡打击，一伤，流流流，继续顶他，继续顶他，吼一下，再吼一下，喝个水，让他流流流，他被定住了五秒钟，继续继续顶他，不退，继续顶，继续顶，死亡打击，接这个流血，又造成一伤，继续顶，继续顶。暴君没料啊，布洛尔没料。三、二、一，吼一下，再吼一下，死亡打击，接先祖之力，开始疯狂流血，喝个水，继续流，秒杀。野蛮人，淡撸流。我不会再让你死。没跑太快了。你们看起来很弱。你应该待在小木屋里，在那里自我懊悔。这太弱了吧，这傻小。我们得趁还来得及的时候去找木芒。弱就算了，连你连一坨钱都不肯给。等等，我发现东西了，是血花瓣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墨菲斯托，迪亚洛，啊！我靠！我靠！哇，你都要吃掉了！好吃！哇塞！这么凶的吗？只有狂徒和傻瓜才会毫无疑虑地胜出。如果我们能获得救赎，也是靠你的拯救。我不是来拯救的，我是来死于你。在我的利益，强者会获得对抗地狱的力量，弱者就自生自灭。哎呦，喷血了！安达利亚生，赫拉尼姆死，不惜代价，不惜代价。
么多年了，你就这点能耐？他怎么很弱？只有嘴巴厉害而已吧。盯着他一直 A 啦，没有人跟他演的啦。我们不能再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飞了，他会害我们疲于奔命。我们得逃出去，而且必须带走牧狼之眼。如果我们能躲得到，至少可以。对，你们那个箱子我都有传奇。怎么那么多传奇？我到现在也没几个传奇是沙小。那你现在身上有几件？我现在身上才一件而已啊，我没打到别的啊。我感觉到你体内还是必掉的血啊。那你猜我有几件？那你有几件呢？五件。敞开心扉，我有六件。拥抱你的天性。我必须再等一下。你终究会放弃的，这就是你的闭关作用。点的，弟子别。你现在再杀我一次，结局就会不同吗？啊，放无敌防护罩了。我练炼炉感谢45个月。还没死，一直跑一直爽，像是某种死灵法术。他是在哪儿找到这股力量的？洛拉斯，你在找牧盲之眼吗？拿到他也于事无补，现在要阻止莉莉丝已经太迟了。他怎么打不死啊？有两下死亡打击配流血，流完之后招先祖回怒继续流。表现应该还可以更好，不是吗？打掉旁边那个死亡打击一伤，继续靠他被晕住了，窗口来加持，继续流血，撕裂，闪一个，再闪一个，没闪到没关系，水喝起来，死亡打击继续敲，普攻，打一下旁边的。你还没准备好。哎，收了他，先祖之力上。来，双好，勾引输出 ，nice， 死了吗？还不死啊？哇，挖坑什么事？你们善用牧盲之眼，对我暴露了你们的位置。你，要是你敢伤害他，哼！伤害他，我是在拔擢他，刻画在他身上的符文就是坐标，他是跨越界域的指路人。带他离开无所谓，他的任务结束了，你的任务也结束了，把握最后一口气，苟活吧。
安达利尔，双喉，走一下位，一个死亡打击，走一下位，身上流血，打出异伤，先祖之怒，疯狂输出，不咋不咋不咋。一起把这个符文主任打掉，走一下位，再打掉，走一下位，吼一下，再吼一下，死亡打击，一伤出，疯狂流血，不咋不咋不咋。垫步一下，靠腰。OK。等一下，那个吼一样，再来一套，我要吼咯，吼一下，吼一下，死亡打击，打出一伤先祖之力，不咋不咋不咋，一直流血，打击垫步一下，闪开招，完美，打不中我，再闪一下，把这个锁链打掉，来吼一下，吼一下，打击一伤，不咋不咋不咋，一直流血，垫步一下，继续贴，喝一下水，让它流血撕裂，继续撕裂，再喝一下水，快两张快 C 好，再喝一瓶水，我去捡一下水，稍微回一下，吼一下，吼一下，撕裂，流血，先祖之力，准备收工，太强了，流血 buff 满，吼吼流血流。痛之王都瑞尔，肥虫虫，还没准备好。肥嘟嘟，可爱的肥嘟嘟，流血流血，王一级，我开一个走位，一直盯我。看我没有哦，打我哎！对，不、哦，哦，白牙不是不就是那个吗？我需要更多时间。大决战，后里线，我会让你尝到无比的痛苦，我会让你尝到我的狮子猫，不信战吼战吼，死亡打击，叠上一伤，流血撕裂撕裂撕裂，
召唤先祖，继续撕裂撕裂撕裂，不停的撕裂，回血，继续嘟嘟嘟嘟嘟嘟，看一下他要干嘛，走一下位，继续嘟嘟嘟，死亡打击，给我的异伤，接上撕裂，直接找到他，他在哪里？一个电步冲上去嘟他，战猴战猴双猴，他被晕住五秒钟，咚咚咚咚咚，死亡打击，接上异伤，撕裂撕裂，流血流血，继续继续嘟嘟嘟。继续嘟嘟嘟，继续继续撕裂流血，不见步闪开，他在哪里？锁定，我战火要好了，干，弄他弄他，双猴扁他，召唤先祖，加上异伤，先祖之力，撕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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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已经撕裂。一直流血，他快不行了。死亡打击，撕裂。不用躲，不用躲，喝一个水就行。直接喝一个水，喝一个水就行。再去双吼，撕裂流血，超屌！狮子王的怒吼。就这样。我有很多方法可以杀你。再也没机会犯更多愚蠢错误了，自找的。更多愚蠢错误了，你自找的。笨，变虫子了。还没准备好。没事，他一样不硬，就被打掉这个。五分之一的上面，我在下面，应该是下面，直接继续贴他。一个电步先闪开，问题不大。OK， 被我猜中了，吼一下，吼两下，死亡打击，我直接硬扛，我就是野蛮人，狮子王的骄傲，不怕招式，不怕不怕，怎么了？有人不见了，女子掉下去摔死，掉下去摔，那怎么救？点不到我吗？现在可以，现在可以，点不到啊，没办法点啊，没有墓碑啊，可以动吗？这个大家切割那边了吧？来来来，躲一下躲一下，三秒钟战吼再输出，真伤真伤来了真伤来了，撕裂异伤异伤，先祖之力先祖之力，靠靠靠，流血流血流血，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，再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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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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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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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漂亮漂亮漂亮，有点痛，稍微喝个水拉一下位置，等待下一波机会。好痛好痛，有点痛有点痛，没事没事，他等下过来我直接那个真伤哦，干他，还没准备好，扁他扁他，被晕了，碎碎碎碎碎，再见再见，法上，明明的
白白辜负我的赠礼。没有我，你们就别想获胜。代价为元朝，你们想想。流血泪啊！6月6号开始，也要在退局实况搜寻瞎爱橘子，并且观看直播啊，就可以获得不同职业的限时外观造型带奖杯饰品。第一周掉宝侠盗和死灵法师的匕首和单手剑造型。第二周掉宝魔法使的法杖武器造型。第三周掉宝德鲁伊的单手斧造型。第四周掉宝野蛮人的头骨粉碎机武器造型。另外哦，只要在实况频道赠送两份订阅，就能获得限定马匹造型哟。到时候我会24小时实况，欢迎大家来领取造型。